跟我当年自己变好看一样开心。颜值逆袭靠的就是这瓶海洋至尊精华，像什么出油、出三暗沉、痘痘闭口、毛孔粗大，它一瓶就能搞定。虽然它已经很全能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小遗憾，就是没有美白成分。而现在他家这个新款啊，不仅是加强了美白功效，而且祛痘效果也是一如既往的强，大家一定要试一试，它真的是他家技术的集大成者，而且加量 30% 还不加价。如果说老版精华是满级版，那这个新版就是开挂版，有了它呀，护肤真是省事了，咱们也不需要弄什么一堆瓶瓶罐罐的，按一下呢就是用一次的量，每天早晚各一次就能轻松搞定护肤。我前一阵的脸呢，因为熬夜看球看的就埋了吧台的，这黑眼圈啊更是黢黑黢黑的。我对象早上看见我呢，还说你是不是肾虚了，要给我补补。大郎该喝药了。真的，吃啥都没有它有效啊！坚持使用了一周，脸色的提亮效果呢是肉眼可见的明显。他家做产品呢，就是把咱们男生能遇到的问题全都考虑到了。对咱们来说呢，出油就是最大的敌人，像长痘、长闭口、毛孔粗大、肤色暗沉、发黄，全是出油的锅。它里面呢是有一个控油成分 PCA 锌，这个成分厉害在于呢，它来了一招釜底抽薪，直接作用在控制出油的皮脂腺上，所以出油缓解的特别快。油控制之后呢，它就开始帮咱们调理痘肌。这个成分直译过来呢，就叫痘痘克星。他要是不好使，敢叫这么硬的名字吗？再加上他家经典的植物成分组合，你看我前一阵上火长了一堆痘，现在好的是利利索索。而在美白方面呢，更是加入了明星成分烟酰胺。在3年前我的第一个视频里呢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推荐烟酰胺，看我当年就是个小黑孩，真的，一白遮百丑，对男生也是适用的，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颜值飙升。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，我把他链接呢放在了评论区了，还给大伙弄到他家超大的内部优惠券，快去看看吧。